是带着我的孩子在那个游乐场玩，然后突然听到有人说教练打孩子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然后我就过去拍下了这么一幕。至于是什么情况，我不太清楚。我只是拍了，就是说我看到的那一幕，看到的情况就是那个男的嘛，我也不知道是教练还是什么，孩子手拽着往外拽着丢，然后给了他一巴掌。他这个就是打孩子，就只有这一次吗？之前要打，只是我们没拍到，就他手往地上摔那种。我主要是，作为一个父亲吧，我觉得这样挺难受的，所以我才发了一个这个微博，希望有人能介入调查一下。保险厂的回复是那个是孩子的亲生父亲，但是具体是不是我也不清楚，只是我不想给孩子再拿二次伤害，所以我把这个微博给删了。现在我们已经确认是家长了，派出所跟学生家长就是私自就自己协商好的，不关我们这里的事儿。